啊，我要选总统啊！那陈水扁怎么讲？还是你来当李野好了啦，你来当许信啊！我也要选总统。还是你一人分饰三角？还是他一人分饰？你表现一下，你叫他一个人分饰三角干嘛？可是我脸就会很不像啊。没关系啊，就是。那有点轻飘啊！我要选总统啊！我要选总统啊！那个陈水扁呢？我要选总统！哦要再扁一点！我要选总统！声音再扁一点，带一点声！我要选总统！我要选总统！哦，给年轻人机会！没有，那是我要讲的。哦，是不是给机会了我少年人？啊，年轻人就是我啊！哦，我要退党，你知道吗？瞬间你要演那个陈水扁，哦，喉咙好伤。接档案接。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绿都台湾就在森立。